我们养君子兰呢，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给它进行养根，同时呢，也给它养叶子。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位了，那么我们的君子兰呢，就会变得特别的漂亮，而且呢，会变得特别的精致。那么怎样才能够达到养根且养叶子的一个作用呢？我的话，我就会给它使用上这种黑色的东西，这可不是老鼠屎啊。用来养这个君子兰的话呢，效果是非常理想的。它就是这个微生物菌剂，它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有机质，同时呢也含有特别多的这些微生物。同时呢，这些微生物会辅助这个君子兰长出新的根系来，同时呢也能够调节这个盆土的状态，给这个植株的盆土增添养分，让这个君子兰长势旺盛。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君子兰的花盆旁边给它抠一个小小的坑洞，然后呢在这个坑洞里面给它撒上一小撮这个微生物菌剂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再把这个土壤翻盖回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呢就可以给这个君子兰呢提供到充足的养分，同时呢在分解了之后呢还能够给这个盆土呢增添到充足的有机质，那么这个君子兰的根强了，自然它的叶片也会长得更旺。如果您也养了君子兰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进行这个根部的养护，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养分和有机质的补充，这样呢这个君子兰才能够根强苗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